护持中华护生协会，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我们将伸出援手，护持护生，认养学童，邀大众一起来加入。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点一盏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来到这个地方快不快乐啊？因为我们要救命啊，放生慈悲。我讲生命最大的力量，佛陀告诉我们的，你讲帮助众生。虽然生命都会苦，人也会苦，鱼也会苦，因为生命有轮回，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自私我执。所以倒过来说，所有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啊？来，慈悲放生。所以佛陀说，杀生是最大的恶业，但是呢，放生就是最大的善业。所以来，大家现在合掌，我们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让今天所有放生的这些物命可以安享天年，也要让所有被杀生的、死亡的、正在生病的，因为我们的放生，让他们离苦得乐，好不好啊？让全世界都放生。来，跟我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保护生命宝济如来，南无消灾延寿药师如来，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一心齐情，历代祖师大德慈悲加持，一心齐情，
佛教护法善神，此地海神，土地龙神，所有神明慈悲加持，感恩所有上师慈悲法师加持法会。南无阿弥陀佛。跟我念，一心招请十方法界四生六道九幽十类水陆空所有亡魂，动物亡魂，胎儿亡魂，各种灾难地震战争疾病死亡友情，同来法会，同享功德，往生净土。一心招请，个人累劫累世，念一下：历代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流产胎儿、死亡眷属、过去所杀所吃、动物亡魂、附着身上造成病苦业障、业力债主、同来法会、同享功德、消冤解结、皈依三宝、同生净土。念一下普招请，来各位观想啊，祖先都来了，来。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当他耶多耶，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当他耶多耶，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当他耶多耶。开咽喉，嗡波波地地切多地当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地切多地当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当他耶多耶。好，请放掌。希望大家每天都这样做，好不好啊？虔诚祈请三宝护法众神，请来你家干嘛？帮助你不要咳嗽吗？那太不慈悲了。你把佛菩萨都请来了，还要帮助所有众生啊，帮助新加坡啊，那你自己会不会得到功德啊？对啦，悲心越大，功德越大。我想大家都在放生，大家都在吃素，但是你想。动机决定功德啊，动机最重要。如果你的动机是爱护所有生命，为所有生命点一支香，你点了一万支香，还不如以慈悲心点一支香，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放生的鱼，虽然我刚刚去看了，哇，很活泼啊，九大桶的鱼啊，但是各位，这个世界每年被杀掉的鱼有多少啊？光新加坡就算不完了。所以我们救的是很少很少，但是我们用大悲心呐、所有的鱼，过去被杀的鱼、动物、牛，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这种悲心，愿他们都能够赶快脱离轮回被杀被吃的苦。所以为了如此，我们要精进的发起来，愿成佛道，普度众生的菩提心，还要发起这个。以关心众生的苦大悲心做根本，然后呢，自己一定要成佛。各位要不要成佛？你要说了，假崩也是为了成佛。为了要成佛，所以我们才要吃饭穿衣服。所以人家问你，今天你去海边干嘛？慈悲。顺便跟你老公说，卖个假吧。因为吃肉是最伤害慈悲啦。所以呢，因为要修慈悲心，慈悲来自哪里？来孝顺啊，念一下，众生都是父母，对，没有一只蚂蚁，没有一只鱼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但是各位要想了，他们很苦啊，怎么样帮助他们脱离轮回啊？我们家人生病了，开刀打针，我们很痛苦啊，一直保护他，就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但是这些鱼啊，这些动物啊，都没有被打麻醉剂的，对不对？为了人类要吃啊，所以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骗子，他们拿给我看，
鱼放在锅子里面一热还在跳哎，啊，头已经切掉了，器官拿起来了，哎呀，它还在跳哎，所以哇，这些生命很可怜的，所以各位要想着他们的痛苦而升起慈悲心，所以各位来念一下《决心敬未来记》，救护所有生命，好不好？这个叫三宝弟子啊，所谓皈依三宝，不是说我皈依三宝啦，哦，我不会下三恶道啦，这个不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我们是为了所有六道父母众生而皈依三宝啊，愿六道父母众生都脱离轮回成佛，那为此我们要来精进来努力，所以各位要这样发心。所以等一下我们开始要去放生，好不好啊？因为今天人多啊，那因为那边场地现在停了很多船，所以我们今天放生分两批，好不好啊？一半的先去放，那鱼会留一半给后面的放，你放心。啊，放唔丢唔干弯，啊，哎，放好丢，所以每个人都要放一下。然后呢，所以一半的菩萨先去那边排队，我们在那边帮你们助念，念放生仪轨。然后那边一半的放完了，回来我们这一半再去放，好不好啊？希望这个放生活动来念一下，永永远远，好不好？给你儿子说，跟你孙子交代，永远永远要放生，救护生命。因为放生，念一下，一个人放生，全家平安，大家放生，世界和平。现在世界和不和平啊？有一点麻烦了，所以希望大家要大家放生救命啊！新加坡最容易了，四边都是海，那最大的放生池啊，那你要赶快救护生命啊，没有鱼放也没关系啊，放鱼饲料给他们吃，好不好？现在我们在台湾做好了，大陆也做好了，马来西亚正在做那种鱼饲料，很香啊，投到水里面咚就沉下去了，没没人摘，就鱼知道，鱼快乐。但是这样呢，跟他结缘，那个叫什么？来，鱼的甘露丸，吃即解脱，让这些鱼吃到好的、营养的，而且不会破坏环保的，然后让他们吃即解脱，因为大家的悲心呢，如果上师要先去洒洒净走一走也可以，他们现在鱼要放生呢，那我们要念放生仪轨啊，请翻到66页。66页，一开始大家大慈大悲，祈请观音菩萨降临法会啊！大家念一下随喜功德，啊，念一下万人共造善恶因，万人共造，每人皆得善恶果啊！所以你家里问你说，你今天放多少鱼？记得出来吗？今天放多少鱼？2000多只。今天布施多少钱？18000新加坡钱。您按照婚礼，你把我钱拿去了，这是共造善恶因，不是你的钱呢、啊，还是外塞卡。因为每个人都来参与啊，所以每个人都同享功德，所以希望各位这个社会只要有什么大功德，大家都要去参与，好不好啊？去参与。哦，在这个月开始，在印度开始大法会了，大法会了啊！各教派的大法会啊，那各位呢，可以参与功德啊。特别我们色拉切的格西都在，这一次因为他们都要去参加元月份的十轮金刚大法会，天气很冷呐、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做功德，帮他们买毯子，因为天气冷呐、啊，啊，一件毯子300块台币，多少钱啊？10块美金，然后一件那个红色的像袈裟，盖起来不会冷的，盖在身上一件差不多15块美金，对不对？然后这个出家人他们就不会冷了，参加法会，甚至各位可以供茶、供水啊、打斋啊。连续好几场大法会，到了2月
中旬三月那个时候大宝法王祈愿法会，反正都一直连续的啊，所以连续开始三四个月都可以大修功德啊，甚至我们在那边大家都集合了，你想每天点十万盏灯，在正觉塔前啊，那要排队的，人家都排队了啊，你要点十万盏要排队啊，啊，全部人都在点，然后呢连续这样天天的供养，所以我们从一月份到昨天为止已经点了多少灯，大家随喜功德来750万盏灯，一年呢 啊要现在要点满1000万盏，每年能够点1000万盏，也随喜世界各地点灯功德，各位来念一下大作功德，哎，变大度的好不好，大作功德啊，回向给众生呢、啊，所以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大的光明，有更大的光明，更大的慈悲心，更大的和平，才能够消除世界的负面的问题啊！希望缅甸的边境的战争赶快消除，希望叙利亚的伊拉克的内部赶快和平，希望韩国的政治赶快和平，好不好啊？希望印尼赶快安定。还有菩萨问我说：“师父要去印尼要怎么办啊？到底要不要去？”我不会啊，没办法，他说有暴动啊，啊！但是人家碰得到碰不到，我说你就相信佛菩萨吧，不不会吧？到底要不要去啊？啊！所以各位还相信佛菩萨，但是这个世界开始有一点这种没有办法预测的现象啊。所以各位哎，如何消除黑暗？如何消除？把灯打开。如何消除灾难？怎么做？现在就要做放生。放生可以消灾难，对不对？放生可以治病，放生可以超度父母祖先，放生可以消冤解结，冤亲债主。所以我们除了实际的放生，然后现在又为他们念仪轨66页，一方面请观世音菩萨慈悲降临，然后呢等一下念大悲咒的时候，麻烦我们上师法师都有准备这个水啊，为那些水洒洒甘露，好不好啊？顺便走过你身边，哪里痛你就比哪里舒服加甜啊，然后让甘露水在你的头上，你要相信啊，哎呦回去好了，不用吃头痛药了，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咒力量大不大，可以治众生的病啊。观音菩萨说念大悲咒可不可以发财，你都可以的，所以你要舒服那得要爬回装那个呀，看不紧呀，要钱干嘛，放生放生放生，所以因为大悲咒可以祈求发财，可以口才好，口才不好水怕打开舒服变财无碍，财富无缺，不堕落三恶道啊，十方净土随愿往生，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念大悲咒来洒洒海，洒洒陆地，洒洒鱼，我们每个人也得到功德，好不好啊？现在给他们药啊，让他们得到药以后也能够无病无苦，特别动物身体痛不痛啊？痛啊，所以我们要布施药给他们啊，希望他们没有身体的任何痛苦了，不但要布施药，各位要不要布施钱啊？哎呀他们缺钱啊，没福报，我这边是什么，来黄金粉，纯黄金的、啊、你也去买一点啊，那做烟供的时候把黄金粉加在这个里面，哇你的背开条啊，哇各位要不要修金爪，修淡薄，不要说不要，你们太吝啬了，我是佛教徒呢，爸妈的拜金爪，这种话没有打，佛教是爱护各种宗教，对不对？佛教是尊重土地公，度地基主啊，难道佛教你就不用吃饭啊？啊，道教吃饭，所以我佛教就不要吃饭啊？啊，那这个两分法不好，佛教是接触各种宗教，好不好啊？家里的地基主要不要拜拜？灶公要不要拜拜？要拜啊！你不要说我是佛教徒啊，我不用拜的，你的头壳疼、脚疼、骨散卡。这些众生你是佛教徒还不理我，对不对？佛教徒要爱护生命，佛教徒要超度鬼神，对不对？佛教徒要感恩护法，那佛教徒要
做一个佛教徒一样面面俱到啊，所以连鬼道都对他好了，何况是土地公？土地公大不大？无你都无吉坦呐，家庭的平安呐、啊，那福德正神，我们是感谢他，不是拜他，这样了解吗？感谢他照顾，这个观念要正确啦，要正确啊！所以现在布施要给他们，让他们无病无苦，哇，充满财富，对不对？衣食无缺，来，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我这样绕，哎，你身上有冤亲债主啊，堕胎胎儿吃掉了肉没超度，顺便超度一下，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希望大家都无病无苦，好不好啊？帮助别人也要帮助自己嘛，啊，所以啊，这些堕胎胎儿，你看前面摆了牛奶啊、玩具啊、圣母玛利亚，为什么摆圣母玛利亚？天主基督教也是我们要帮忙的，对不对？他升天最好啊，他没升天就来参加放生了，啊，一起升天吧。所以，那你成为佛教徒啊，你对各种宗教都要尊敬嘛，啊，所有生命都是未来佛嘛，所以这样以后要布施，这个就是佛法空性啊。所以大家念药师佛三遍，念药师咒，不会念药师咒的在第几页？啊，在药师灌顶真言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当愿六道众生，当愿六道众生无病无苦，无病无苦，永离贫穷，永离贫穷，有衣有食，有衣有食，正知正见，正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八十二页。南无本觉梵音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奢耶耽那揭多耶吽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耽遮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水里面众生土地的众生虚空的众生陆地上来去走来的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八只脚的没有脚的所有的物命南无本觉梵音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奢耶耽那揭多耶吽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耽遮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南无揭谛娑诃。请翻到114页，然后现在点了这个烟呢、啊，好香啊！像这个烟供，如果你点的很热了，再给它加米加饼干，哇，更香啊！布施给他们啦。那各位念114页啊，上供下施啊，点一支香也要念这个仪轨，每次都要教各位啊，114页来。燃阳康，燃阳康，燃阳康，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海妙玉清净紫云供，供养三根本与轮涅尊，集资除障祈求慈悲度，供养具备功德出护法，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乐，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熄灭恶意得利乐，一切轮涅众生悟无缘，祈愿三轮清净结法界。来，再跟我背一次，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供养护法善神，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供养父母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同生净土，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南无萨瓦达那多瓦伦真帝哦，三宝来三宝来哦。南无萨瓦达那多瓦伦真帝哦，三宝来三宝来哦。南无萨瓦达那多瓦伦真帝哦，三宝来三宝来哦。来，再洒7滴水，再做一次，哎。
越多变越好。来，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多耶，南无他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多耶，南无他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多耶，南无他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很快乐？遐听遐听，拢未记啊！老公有外遇，早都未记啊！因为你在慈悲啊，慈悲是超越痛苦最好的方法，慈悲是正空性最好的方法，因为正面的力量就可以消除负面的。各位，我们来替这些可怜的动物，大象被杀了，羊被老虎吃掉了，这些猪鸡鸭。被人类杀掉吃掉了，他们好可怜啊，我们替他们忏悔业障，也替还没有被抓到还没有被杀的忏悔，忏悔过了他们就不用被杀了，因为他没有这个业障了。所以各位，你一生病的时候，你有痛苦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念一下忏悔业障，第二个要做的是超度鬼神，第三个呢看医生，这样叫调整啊，但是你不要先看医生啊，要先消业障，先超度鬼神，对不对？适当调整啊，吃吃维他命 C 就好了，睡个觉就好了。所以大家现在虔诚忏悔，好不好啊？自己也忏悔，过去你有杀生啊，堕胎啊，过去也曾经造过很多的恶业啊，吃了很多的肉啊，各位啊，吃肉好不好？当然不好了，没法多了，贪了。能够不吃肉就很少生病了，你要吃肉就很有很多的癌症啊、中风啊、意外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可以不吃肉，至少在家里不要吃嘛，对不对？家里是一个和平吉祥的地方啊，到外面没办法啊，但尽量改变啊。如果你能够一辈子都吃素，生生世世长寿健康啊，无灾无难啊，没有冤亲债主啊。不然你吃掉的这些肉，他投胎也要找你麻烦吗？投胎做人就要骗你啊，伤害你啊，你会觉得很痛苦啊。好，那现在要为所有众生，包括我们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最重要的念一下皈依三宝，这个世间最圆满的力量，真实能够帮助所有众生得到现世的安乐、来世的快乐、解脱乃至成佛，不离开三宝的皈依。所以各位一定要正确，那三宝里面最重要的是法，佛法经典，能够把佛法传给我们的僧宝、出家人、上师啊。所以佛讲了圆满的离苦得乐、成佛的方法，那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深入经藏，但是呢能够弘扬佛法，那更是功德无量。所以愿大家真实皈依啊，千万不要再皈依，皈依什么？来，皈依贪嗔痴，不要再皈依猪八戒了，好不好？贪嗔痴啊，过去你要吃肉啊、喝酒啊、跳舞啊、赌博啊，那这些都是皈依错了。如果你去依止了这些有伤害的烦恼，贪嗔痴，那你就会造恶业，就会受苦啊！所以各位要怎么做？来，转邪为正。对，不要贪心了，要有菩提心啊！不要生气了，要忍辱慈悲啊！不要不信因果，愚痴邪见我执了，要有奉献啊，无私无我空性啊！那所以学佛以后，各位要念一下。改变个性，好不好啊？再背一次，没有个性，只有佛性；没有想法，只有佛法，好不好啊？你不要有个人太多想法。台湾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啊，有一个老菩萨晚上迷路了，然后呢，警察就来要来帮助他，带他去派出所。他说：“修道呢，我们门户做寡杯。”因为他相信佛法，对不对？
然后抓到警察局了，派出所了，帮他安置好，要买点心给他。等一下，宝贝哦，可以吃。那派出所警察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是三宝弟子啊。当然看起来有点迷信，但是至少他很尊敬三宝，这样不会做错事了啊。所以我想各位呢，今天你皈依三宝了，不能有想法，我想要生气，我想要得到什么？佛怎么想的？佛怎么告诉我们的？师父上师怎么讲的？你就要怎么做？那你这样你就可以改变个性，不然你还是在那边生气啊。我看有些人脸都不笑了，我们欠你钱吗？你要改变你自己啊，面傲面潮啊，然后呢酷酷的啊，因为你用你的想法在做事啊。如果各位你到国外去，人家说你是新加坡人，你没有修行，你还被认出来你是新加坡人啊，你有新加坡人的个性呢，代表你没有修行啊。那修行要人家看不出你是哪里人，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个性了，没有那种特殊的哦，广东人广东人个性，对不对？北方人北方人个性，客家人客家人个性，那你是佛教徒呢，空性呢，没有个性呢，那就要从你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啊，而不能习惯那个做法，习惯那个脸，习惯那个脾气，那就没改变了。所以各位呢，刚刚忏悔过了，忏悔就是把不好的念一下，烦恼个性改变掉，它变成好的，变成佛法身，对不对？你身上有佛，你身上有悲心，你身上有清净的智慧。所谓归身呢，就是和的意思，不要再跟家里吵架，好不好啊？你不跟他吵，他怎么跟你吵呢？你只要接受他的缺点就好了嘛，这个就是修行了。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痛苦的，对不对？这个世间哪有什么快乐呢？但是我们叫接受痛苦，安忍一切，但是心里面不要痛苦啊。虽然在肉体上，各位这个身体苦不苦啊？拍秒那个越老越苦，对不对？越老越疼越疼，对不对？然后呢，哎呀，吃不下饭，把酒老花眼啊，牙齿呢会酸啊，卡丘无力，苦了背不起来。所以现在麻烦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身体也是麻烦的，所以不要做身体的奴隶啊！趁现在各位还可以走去那边，再走回来放生，就嘎仔啊！你一下偷笑了，我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我还可以做做善事啊！不然这个身体哪一天叫你不要动，不能动，动就痛，所以要了解，我们要皈依佛法身三宝啊！所以来念一下。以佛为师，以法为路，以身为友，以佛陀诸佛菩萨做我们的老师导师，那以法为道路，你要按照法去做，依教奉行。以身为师，你这些上师啊，慈悲的法师啊，做我们修行上的助缘，学习的榜样，改变自己，好不好啊？就像各位，等一下我们要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你要回去化妆化妆啊，样子要一样一样啊，因为你要学他嘛。所以，但是我们现在是学什么？来学佛，学菩萨，学观音菩萨慈悲嘛，学地藏王菩萨孝顺嘛，学文殊菩萨的智慧嘛，学普贤菩萨的实践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学菩萨，那最后才可以成佛啊。所以你喜欢拜阿弥陀佛，那就代表你这个人有厌离心哦。阿弥陀佛叫我们干什么？来出离世间，往生净土。阿弥陀佛给我们说了，世间是苦的，对不对？西方极乐啊。那你既然念阿弥陀佛了，那就随缘吧。钱不还你，阿弥陀佛。老公有外遇，阿弥陀佛。两块大声，两块烤。你要念阿弥陀佛，因为但是你一执着，你就会很痛苦啊。因为你既然念佛了，念佛就知道世间疾苦啊，没有一样快乐。如果世间有快乐，释迦牟尼佛就不用演一场戏出家给我们看了，
对不对？因为这个世间他做皇帝长得又好看，爸爸妈妈对他好，三个皇宫太太又漂亮，他干嘛跑去出家讨个派去？因为他认为，还告诉我们念一下，世间无常，有受皆苦，一切无我，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所以痛苦，了解吗？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没办法控制，所以叫无我。我就是你能够抓住它吗？没办法。身体是你的吗？没法多啊，他要老，他要病，他要死，你没办法的啊。儿子你生的听不听话？好，我多小看这，不一定他听你话的啊。所以这个世间各位要看淡了，多来海边看一看，还是真的了。多看天空啊，对，不要一直看儿子、看老公、看钱、照相、看自己，撸垮撸老啊，对不对？有什么意义呢？你要看看海，看看虚空，看看阳光，看看大自然，对不对？看看众生苦。到海边看谁在旁边钓鱼，你在后面那么狠呢，瞪呢，斗呢，爷爷。到市场海鲜呢，有人吃肉，你说哦妈，你被没有，哦妈，你没有，你要去救苦救难了。我们不会去看它好不好吃啊，我们是要去救它的苦难啊。所以白天我们在这边放生，晚上他们要在这边喝酒啦，这就是世间呢。所以我们要把功德布施给他们呢。希望海里面的所有的生命都像今天这些鱼啊，刚刚各位就放生，那些鱼活不活泼啊？活不活泼？金鲳、银鲳吃过了举手。那我们干，哇，他们很活泼啊，他们很快乐啊，他们不是食物啊，他们是动物啊，对不对？他们想要快乐啊，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谁说的？伟大尊贵的佛陀，这个叫皈依法。皈依法以后啊，各位就不要杀生了，对不对？进一步多放生了，进一步因缘到了吃素好不好？再问一次，吃素好不好？你敢讲不好吗？对不对？不好是惭愧，拍谁拍谁了。没办法了，自己贪嘛。但是各位呢，有因缘吃素，多吃一点素你就活得快乐一点，健康一点。因为你皈依法了，听佛讲法，了解道理，改变了。所以我们师父出家人都做示范给你看啊。师父叫假菜耶，假菜耶，对不对？假菜郎。那师父为什么要吃素？因为要学佛嘛，也要表演示范给别人看嘛，让别人去学啊。师父你为什么被假菜啊？对不对？问题在哪里啊？解释给各位听，所以大家一起来皈依三宝。不但如此，我们也愿来念一下：父母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流产胎儿，所有动物亡魂，一心招情，地狱道有情，恶鬼道有情，动物道有情，所有人类有情，天道有情，阿修罗道有情，同来法会，皈依三宝，好不好啊？要发大心。像各位今天你放生，那你要观想所有世界上要被杀被抓的，我都要帮助他，要这样帮救他啊，让他回到幸福快乐没有恐怖的地方。就算把他放下去了，我们也要为他们念佛，希望他们永不被抓，永不被伤害，永远找到很好的食物，要存着这样的心。所以来71页皈依，大家一起念啊。我们皈依了，我们也祈请所有众生，特别是畜生道，那些蚂蚁啊，那些鸟啊，水中的鱼啊，陆地上的动物啊，来念一下：愿非洲草原上所有野生动物皈依三宝，安享天年，不遭屠杀，不被伤害。但是很可惜的，老虎啊，永远在追杀那些羊啊，对不对？他们很恐怖啊，他们鹿连喝个水都要小心啊，准备往后跳啊，等一下喝到一半鼻子不见了，被鳄鱼抓走了。所以这个世间
很恐怖啊。所以猴子为什么要躲在树上？因为 被杀死啊。鸟要建巢在最高的地方啊，免得又被侵犯了、啊。甚至很多动物集在一起，为什么一孤独就要被杀掉啊？啊，就要被老虎抓走啊！所以他们活在这种恐怖的当中。所以各位，像这些鱼放到大海，那他们也恐怖了。大海里面有大鱼，大鱼吃小鱼啊，但是又很耐，没办法。所以这个世间，就算到大海了，就算你成为新加坡最有钱了，就算你升天了，还在恐怖。为什么？来，轮回就是苦。所以这个世间，只要你在三界，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在痛苦逼迫的不安定的状态。所以大家都会念来：三界如火宅。这个三界里面都好像住在火灾的地方，生老病死随时来逼迫你。各位要思维这个问题，要思想要想远一点，不要想说赚钱啊、赚钱啊、结婚啊、快乐啊，那个是很肤浅，你再去想清楚啊，你想清楚这个道理。很多男人我要去赚钱，我要买车子买房子啊，而女人我要漂亮，我要找老公，小孩子呢我好好读书，我要玩电动玩具，但是这些最后不归路，都是痛苦。各位要找到永恒的快乐，念一下究竟涅槃啊，就究竟的平静，究竟的离苦得乐。那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究竟的快乐，那不离开你的心呐、啊。所以念下来，调伏贪嗔痴，调伏自心，没有贪嗔痴，就没有轮回，没有痛苦。贪嗔痴三毒心不息，六道轮回永不停止。所以你只要内心里面有贪嗔痴，那永远痛苦都还在。所以各位要努力，好不好啊？努力的，很快的，把自己的贪嗔痴、傲慢、嫉妒，把它消除掉。别人欺负你，你会生气，那你才认为说，哦，原来我还会生气哦，谢谢你提醒我会生气哦。啊，别人骂你，你也会生气啊，原来我还有烦恼哎。别人把你的钱抢走了，你会很痛苦，哎呀，原来我很贪财哎。别人把你的女朋友带走了，你很嫉妒，想要骂他，哦，原来我还有占有欲、嫉妒哎。所以各位要从这个世间的所有变化去找到自己的问题，不要找别人的问题，好不好？你找别人的问题，你永远很痛苦啊！啊，你要让自己不会吃醋啊，没有占有欲啊，多快乐啊！心美最美啊，外表谁都会老啊，再健康也会生病啊，有生命的都会死亡啊，所以不要去追求肤浅的、短暂的快乐。就像吸毒一样，你现在吸毒很快乐，但你知道完蛋了，那将来一定死的，还要下地狱呢，然后被政府抓到，搞不好判死刑呢，本来就不对的。但是所有的痛苦来自于内心的我执，没有规法，有贪嗔痴，有傲慢嫉妒，那你就会造业，骂人啊、骗人啊、杀生啊、吃肉啊、喝酒啊，那你就一直轮回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各位，你要让这些生命快乐，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啊？所以既然我们知道轮回是苦，那你也要让自己快乐啊。这个叫什么？来，涅槃即静、你要让自己快乐，远离颠倒梦想，不要再起贪嗔痴，不要再被境界影响。有没有随缘，好不好啊？今天车子是你的，你去买一个东西，别人开走了，随缘，叫我跑步回家运动啊，随缘。但是如果你一直想要说啊，叫警察没有用啊。这个世间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吗？有没有？没有。这个佛陀讲诸法无我，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你不要认为是钱是我的，爱情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没有。想清楚，想清楚，这个叫皈依法。所以我讲的比较久，是各位呢都愿意皈依。但是皈依最重要的是释迦牟尼佛从经典里面乃至善知识告诉我们这些道理，你要永远记住。因为从明天开始啊，各大道场都要庆祝啊，念一下阿弥陀佛圣诞。从明天开始，大家很多道场打佛七啊，
所以明天我要去竹林寺第一天哦，佛七法会的第一天啊。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念下来，一心念佛，脱离轮回，往生净土，趁愿再来，普度众生啊。因为我们知道苦了，所以我们要脱离痛苦，念佛求生净土。那求生净土目的呢，让你有空性了，没有我执了，然后你要回向轮回的世界去救这些众生了，让他们不要再痛苦了啊！众生把没有当作有啊，把快乐把痛苦当作快乐。请问有钱快不快乐？你成为钱的奴隶哪有快乐啊？这个世界大家为了要赚钱哦，竞争，对不对？为了要占有什么？做女人的最可怜了，每天在调查我老公去哪里啊？啊，把他抓回来，这叫老狗，乱跑，老了叫老狗，年轻的叫野狗，乱来。所以我想尽办法要控制他，苦不苦啊？太痛苦了，啊，因为自己很空虚啊，很空虚，我爱上他了，我要抓住他了，不然我很痛苦啊。你都不能够管好自己，怎么管别人呢？所以各位要了解，你下来放下得自在。放下得解脱啊，这就是我们要皈依的法，空性啊，皈依法离欲尊。真正要拿起来的是什么？真正要承担的是什么？来，救护生命，爱护老人，帮助病人，帮助穷人，救护生命，这是我们要抓起来的，要承担的。但是不要去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出家人没有爱人，没有财产，没有家，一辈子都在流浪啊！感谢这个身体，死亡是必然的，所以哪一天生病了，正好念佛啊，死亡了去净土，马上就再来了。所以也不执着这些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海边在运动运动，他还不如来放生啊，运动一直跑跑完，后来也跑到医院去了。对不对？多活五年十年，还是要运动了，为了要救众生。但是运动的动机不是为了健康、身材好，对不对？让别人看我六十岁像四十岁，又能干嘛？再娶一个、啊，拍秒，娶一个已经够拍秒了，再娶一个哦。那不是很痛苦吗？所以各位趁年轻啊，运动很好，运动我就可以多拜佛，对不对？运动我可以去做义工啊，就像各位刚刚放生，要不要体力好啊？那一桶水拿给你，哦，太重了，50斤，代表你身体不好啊。所以各位，运动是为了放生，赚钱是为了什么？放生。赚钱不是买衣服买房子，赚钱呢，我要去帮助众生，造佛像，以后在海边造个观音菩萨，好不好啊？哦，最大的。对不对？哦，海中观音，太好了！造一个放生亭，好不好啊？让大家随时要放，你自己去放，不用申请。那放生亭，然后呢，买一艘船，好不好？放生船，不让我们放生，通通上船，坐1000个人出去绕一绕，顺便吃素食 buffet， 顺便放生，船上还可以做烟供，船沉掉了，顺便往生净土。一切随缘因为苦海无边啊，所以各位要放下，不要执着了。所以，但是这叫皈依法。所以我讲久一点啦，我们皈依三宝，那我们要了解三宝是什么意思？皈依佛，你叫两足尊。那各位要从今天开始追求福报，追求智慧，好不好？福慧双修啊。虽然我们了解空性，但是不离悲心。啊，悲心修福报，智慧正空性，两足尊。再来皈法离欲尊，不要再皈依欲望了，好不好啊？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睡，我要爱，我要享受，那你就会痛苦呢。这个世间是苦的，不清净的，不要在这个世间找快乐。皈法离欲尊，欲望是你生命的敌人了，毒嘛。所以各位啊，征服自己，调服自己，哎，要让自己没有欲望，只有愿望啊！自私的叫欲望，利益众生才叫愿望
啊，有一个同学，师父我在你面前发愿干嘛？以后我要做大老板。我说这个不是愿望，这个是欲望。我要做医生，那你说为什么嘛？做医生，医生好赚啊，地位高啊。我说你这个是欲望。如果要做医生，到我们护生园做动物医生好了，啊，不集团动物也不会给你小费，啊，但是你可以救啊。你要做人类的医生也可以啊，不是为了赚钱，啊，所以要归法离欲尊，再来归生众中尊，众生里面最尊贵的。希望大家做人类的模范，好不好？做别人的救护主。所以啊，真实发菩提心，修行出家的出家人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所以最近有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好，来念一下：开一间素食店，超过十个上市公司，有没有？上市公司很伟大，素食店比你上市公司更伟大了，啊！所以各位呢，有机会多开素食店嘛，帮助别人嘛，啊！所以你能够做一天和尚，超过人家做几百辈子皇帝人。所以佛陀说：“一日一夜守八关斋戒，哇，连上帝、玉皇大帝的功德都赢不了你，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呢。”所以你能够在五浊恶世修行一天。所以各位，今天整天都吃素，好不好？今天吃素，今天你来放生嘛，把这个悲心培养久一点点，培养到明天吃到肉都会吐，培养的成功了。今天培养，明天培养，我们要把念一下，把感情变成慈悲。对，没有自私的感情，只有无分别的大悲心，这就是佛教的目的。这样你就没有痛苦了，啊！把知识变成智慧，啊！所以各位，知识是分别的。我要赚钱啊，我要得博士啊，我要觉得我比别人聪明啊，啊！我要懂得比别人多啊，这是分别的。但是智慧不一样，智慧分作两个，来调伏自己，服务众生。一方面你可以调伏自己，没有贪嗔痴。脱离生命的轮回，二方面你可以救度众生，什么方法你都会。要把知识变成智慧，把感情变成慈悲啊，来把意志变成愿力。不要说我要做什么大老板啊、科学家、出名啊、成功啊，那不重要啊。要把意志变成愿力，来愿成佛，普度众生，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好不好？哎，所有众生离苦了，我们的轮回才停止。不要任何一个生命受苦，所以你不希望你受苦，那你更不要让其他生命受苦。你今天之所以会受苦，是因为你过去让其他人或生命受苦，简不简单？你今天之所以快乐，之所以是因为你过去帮助众生得到快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不要怪别人，怪别人你会伤心痛苦忧郁症。痛苦是念一下自作自受，虔诚忏悔。哎，你只要忏悔自己，快乐那快乐也是你自己做来的，要惜福啊，啊，用这个快乐去制造更多别人的快乐，那你这个快乐就成为最圆满的功德。生于一之所生，
我情否浅浅惭愧。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是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一心顶礼，永明延寿禅师，历代慈悲祖师，加持佛七法会。一心祈请佛教护法善神护持法会，一心顶礼住持方丈，开祥大和尚，诸位上师，所有法师。好，请方丈，大家阿弥陀佛。刚刚听了我们开祥法师给我这个机会啊，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孤僻，但是喜欢结缘，所以因为我们所谓要累积成佛的资粮，那就要多学习慈悲的方法。那慈悲就是不能够离开如父如母的众生，所以因为开祥法师的慈悲，乃至竹林寺13次的为纪念恭贺阿弥陀佛圣诞所办的佛七法会太重要了。阿弥陀经说一日乃至七日能够念佛与阿弥陀佛结缘，我们就可以种下念下往生净土啊，我们就可以种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啊。所以各位呢，哪怕是三次的
佛七法会，各位来参加一次，那我们下辈子都西方极乐世界再相见了。如果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将来必定能够成佛。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来玩了，是来度众生的，就不会颠倒，不会退转。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成佛，乃至为了要帮助众生成佛，就像观音菩萨倒驾慈航，救苦救难，要我们呢脱离轮回，回到净土。只要回到净土，解决了生命轮回的问题，证得空性无生法忍，只要回到净土，诸佛菩萨的加持，不退菩萨的勉励，我们就可以达到回路说婆，不退菩提，广度众生的能力。但是呢，讲了这么多，无非要感谢我们开祥法师为我们办佛七法会，好不好啊？虽然我不能天天参加，但是我天天随喜。我也替各位高兴。各位呢，念一下：心在极乐，爱洒众生啊！我们来参加佛七法会，就种下了往生净土的因。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呢，已经在极乐世界有名字了，就像上面墙壁有你的名字了。有名字了，西方挂名了，但是莲花有大小啊，所谓这个莲花大小，就是你在这个娑婆世界所积的福德善根，如果你福德善根够大，你的莲花大，就像有人骑脚踏车，有人开 Benz， 有人坐私人飞机，有人坐廉价飞机。但是这是靠你自己的福德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趁有生之年，念一下：以念佛为正行，以帮助众生为助行，所以大家多去关心老人啊，多去布施啊，多去做各种善事啊，然后呢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那我想至少我们生命有方向，生命是苦的，非常痛苦，所以像我这样每天跑来跑去的人，经常就要面对生病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什么叫死亡？我上个月到大陆，不知道苏北哪一个地方，有个菩萨老板替我们开车，开160，然后又下雨，然后又黑暗，他开到180，那我只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面对生死问题。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表，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到，师父还47分，度日如年呢。我那就想到，生命就是这样，死亡是必然的，剩下47分，什么时候要解脱不知道，那是只能念佛。因为我叫他开慢一点，他就开快一点。众生难调难服啊，你只能在后面给他回向，嗡啊嗡嗡啊，我在后面只能念佛。念佛还不专心，眼睛要打开，有没有快撞到了？然后前面还真的有人撞到了，还是我们的法师，两步都是在我们的人，两步就撞上了。那撞上以后，他们的那个什么保险的那砰就开了，对不对？就有人有一点受伤了。那我们这位菩萨看到了，没问题，就这样让我去。哎，我就说佛菩萨慈悲啊，叫我们随时警觉要死亡了。我那时候在想，如果没死也很难过，一定是断了头断脚了。但是死了，那就看我有没有正念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没办法的。
啊，而且听说他还要载我三天，哇，天哪！他就说，师父，我为你三天不去公司，啊，我也不能讲哦，我就准备最好的念珠啊，然后准备下车给他，然后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法师人，千万不要叫他载我，我宁可走路。所以他一天就毕业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世界，各位，你坐到这个世界来，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生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家庭，生在哪里，他有他的因缘，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你想要健康，他让你生病；你想要赚钱，他不让你赚钱，对不对？你想要自由，他要逼迫你。这个世间就是如此啊，啊！所以这一点要了解。所以佛告诉我们，对这个世间要有厌离心呐、啊。就像我在算47分，赶快啊，赶快到目的呀、啊，啊！所以因为活着在这个世间，就慢慢的煎熬，对不对？所以阿弥陀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对这个娑婆世界要有厌离心，因为随时都在痛苦的状态啊。所以刚刚我们开讲大和尚说要海涛法师来干嘛，超度啊。啊，我老实说啊，我来新加坡我都准备好了，牌位全部写了，屠宰场、殡仪馆，印度人、马来人、华人，所有亡魂我都带着。因为我这个人有个好处，不浪费时间的。啊，我随时都准备的。啊，所以昨天早上我们放生，下午我们就跑医院，跑那些需要帮忙。晚上我们格西也慈悲，跟我们法师到那个什么绿野亭，新加坡最大的魂墓区，对不对？啊，没有灯。没有灯，啊，没有人，只有鬼，啊，然后大家去那边念啊，烟供啊，啊，希望各位也常去，好不好啊？那这样一天时间呢，就没浪费，啊，没浪费干嘛？可以累积很多功德啊，累积这么多功德干嘛？来供养各位，啊，再来回向各位的历代祖先、七世父母，啊。为什么我不回向他也会找我啊？啊，因为他说海涛法师你喜欢超度，我找你，我现在胃痛找你。所以我跟我们法师说啊，每个都要精进。为什么？与其被动被找，还不如主动对他好啊。所以我每次去哪里跑，台湾那些眼睛看得见了，哇，师父你要带一堆回来了啊，他说：“师父，你修的不好了，都跟着你。”我说：“你这样讲就没道理了。爱狗的人哦，死的狗才会跟我了。啊，爱众生呢，众生要跟你呀、啊。但是跟你，你就不能松懈，要很努力的为他超度啊，跟他说法、啊，为他讲经说法、皈依呀、啊。我认为这个方法各位也最好可以学。为什么？逼得你必须努力。”啊，逼着你必须要保持悲心，时时刻刻在修功德回向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年1月1号到今天点了多少灯，念下来756万盏灯啊。所以各位为什么要点这么多灯呢？因为这个灯才能够回向给众生啊，供养各位啊。啊，我们国际万场放生到昨天为止，念一下53000场，包括昨天那一场又加一场，53000场各种的放生物命，包括20000多头的牛，光牛就20000多了，所以猪、羊就超过了将近50000，所以各种的物命。都救，要累积这些功德。还有呢，念下来28000场，烟供要供，慈悲施食，今年包括去年合起来来26万部，地藏经18万5000部，普门品15万部，金刚经啊，然后呢？
历年来700次传八关斋戒，还要随喜竹林寺13次佛七。那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功德呢？不是我们贪功德，因为众生苦啊，所以各位要如何达到最高的效率，就好真实的发起无上菩提心，以这个圆满的心态来点灯啊，来供香啊，来诵经啊，来打坐啊。所以准备在今年过年以前要圆满1000万盏灯，好不好啊？随喜功德。因为在印度菩提盖亚每天晚上那边可以点10万盏。但是很多人要点啊，我排队啊，排队。然后呢，但是大家都随喜他们功德。世界各地都做啊，我们在五台山也一直在点灯。那边有很多点灯屋啊区啊。供水供灯供花。各位大做功德好不好啊？为什么？为众生。为父母，为祖先，为冤亲债主，不要欠他们债，好不好啊？欠他们债你就麻烦了，生病了，修行有障碍了。所以昨天我去帮一位大居士，他说中风啊，我们一位胡居士就载我去，然后去的时候他中风在睡觉，把他叫醒，我说不要叫他，他睡觉最好，我来念，对不对？帮他超度啊，烟全部都念完了，念完了他才醒过来，功德都已经融入给他了。早上跟我说，师父，你昨天去看他，他儿子打电话来，哦，他爸爸精神变很好。我说对啊，灌油了，不好的把它消除，好的给他灌下去了，他就会金弓强强棍了，那这样对我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真的对对方有帮助啊。所以各位来法会功德，回向临愈中所有中风病患，所有车祸受苦者啊。所以我想昨天我到医院去，哎呀，医院太苦了，太苦了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呢，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多到佛堂来上求佛道，一个多到苦难的地方去培养悲心啊。那这样以后能够把这个佛菩萨的功德能够融入到苦难的地方啊。所以念下来，愿佛七法会功德融入地狱、恶鬼道、动物道、人类有情、人类病苦有情、人类死亡有情，融入阿修罗道，融入天道。嗡阿吽，嗡阿扎达，苏鲁普巴耶，梭哈。你看我很喜欢比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去极乐世界。你知道嗡贝玛达雷吽，嗡阿弥陀瓦斯。所以他们看我说，师父你在比什么？去极乐世界，这个叫打手印，比较有力量啊。光嘴巴念，有时候我念到没声音了，嗡啊吽，嗡啊吽，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各位要随时念佛，绝对不能够离开苦难的众生。等于说，我们一只手抓着苦难的众生地狱，一只手抓着阿弥陀佛，这个叫一心念佛。哎呀，一心念佛就不离开大悲心。不离开追求阿弥陀佛加持的菩提心，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无我空性，那时候不会想自己但是如果没有苦难的众生，我们念佛会打瞌睡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啊。所以你要成佛，一半靠佛，更重要一半靠众生。只是释迦牟尼佛一直强调说，你供养百千万亿佛，还不如给众生一口饭的功德，慈悲嘛你能够慈悲，那对佛菩萨是最大的供养，而不是供养一尊佛。今天我刚刚进来看到各位在外面点甘露香，哎呀，佛陀说布施一点甘露给众生吃，舍得到的功德是什么？念一下菩提之粮，这是成佛的功德啊。你供养阿罗汉再好的饭菜，
500劫人天福报，那福报很大，但是呢还不如慈悲众生一口饭一支香一滴水的功德。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一张？有吗？转过来，没听到。有没有拿到这一张？有。没有，前面没有。好，大家请给我念：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看到了，那文殊菩萨有一字咒、五字咒、八字咒，那其中一字咒跟我念一下 Om Shri Om Shri Om Shri， 那念这个咒也很重要，看到人家怀孕愿她母子平安就要念文殊一字咒 Om Shri， 乃至呢你今天打坐的时候我的消除障碍也是要念 Om Train 啊，念一遍保护自己，念两遍保护周围，念三遍整个周围得到保护，叫 Om Train 啊。特别怀孕的妈妈多念，然后呢母子平安。那五支咒呢，各位都会念了，来阿拉巴扎拉，就是 Om 阿拉巴扎那地啊，那就是五支咒啊，文殊心咒。那现在要讲的就是八字咒啊。嗡阿比拉哄嘎扎拉，也有人家妈说啊，那这个咒也很重要，跟各位关系比较重要，也听我讲过。好，大家念一下，嗡阿比拉哄嘎扎拉。那关于这个咒，有几个功德，那这是在《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里面所写的啊，我们念下来。一，是陀罗尼能大利益，怜悯一切有情诸众生故，能断诸善恶道，能为一切做法，如佛现在处世无异。所以你念这个咒的时候，就像佛陀在世，能够令众生脱离善恶道。所以站在菩萨菩提心，我们一定要学，所以我们念完一段功德，大家就念三遍，好不好啊？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咒给背下来，可以消除三恶道的痛苦啊！如佛在世一样，来，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好，所以各位，你有时候你自己可以观想啊，三恶道众生在面前。所以第一道二鬼道畜生道，所以你就由内心的悲心自然流露，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完了以后再为他们念阿弥陀佛，脱离三恶道，希望他们往生极乐世界，把它当作一种修行。第二，念一下，此是文殊师利菩萨自身为利诸众生故，自变其身为八字咒神像，能满一切有情逸乐等事。所以有情众生希望长寿富贵，没有灾难，希望开发智慧，所以你念这个文殊八字咒，就像文殊菩萨现前加持一样，利益众生啊。所以念这八字咒等于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所以各位观想满众生的心愿，他要健康，他要发财，他要解脱，他要发菩提心，他要往生净土，都能够满愿。来，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第三个更重要，来，若人能暂闻意念此陀罗尼者，
即能灭四众、忤逆等罪。何况常念诵者，摄使一切诸天有大福德及十地一生补处，于中恶大威力人亦不能夺其福德，所作事业不能为藏持八字人福，何况于小天人及无威德龙神鬼而作障难。所以念这个咒可以让你不会堕落无间地狱，念这个咒就让你杀盗淫妄破了众戒，那这些罪业都可以消除。就算是像弥勒菩萨叫补处菩萨或大威德天，都不能伤害你夺你的福德，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不会被障碍。所以大家为那些造忤逆罪的杀盗淫妄酒造重业的，乃至要修福报的，都能够圆满没有障碍。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那我是教各位这种方法，就是说修行随缘，你自己坐在车上想着三恶道苦，想着生病的人，想到他们要赚钱，你就自然念出对他们有帮助的佛号和咒语，就是这个意思要时时刻刻保持这个悲心来帮助他们第四，若有男子女人发心能忆诵此陀罗尼一遍者，即能永护自身；两遍能护同伴；三遍即能大永护国王。住十地菩萨亦不能越过此陀罗尼力者，何况诸小天魔、龙神、鬼类、恶众生等，何能障碍？所以念这个咒，念一遍，你自己就得到保护；念两遍，你周围的人得到保护；念三遍，整个新加坡、整个亚洲得到保护。所以乃至十地菩萨都不能超过文殊菩萨这个咒的力量，何况一般的鬼神呢所以大家念三遍，保护自己，保护周围，保护整个国家。来，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所以这个就是修悲心，由自己到周围到世界所以把文殊菩萨的力量展现出来。第五，若诵四遍，即能永护妻妾男女；若诵五遍，永护一切眷属；若诵六遍，能护一切诚意村坊；若诵七遍，能护一切众生。重点是各位一定要相信我发现我出家几年了，跟很多出家人在一起，他们就拿给我看，这不可能啊。我跟他讲说，你信心不够也是个业障明明佛菩萨说了，你怎么不相信呢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所以你就不会担心记住一下，来，只有信心不能担心，只有悲心不要担心。那有些人叫做蒙山师师做烟空，我看我不行哦，都是鬼，你就叫担心。你只要有悲心有信心，你不要担心这个，对不对你念文殊八字说文殊菩萨亲自降临，你不用烦恼，那不是你的事，那是佛菩萨的事所以各位要有对佛菩萨有信心，所以我们来念四遍。来，嗡阿弥陀佛嘎扎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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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每天至少念七遍，由自到所有众生你儿子要开车出去啦，你会担心，还不如赶快念这个咒。你有信心你就不会怕你越担心事情越容易发生呢。第六，若欲着衣之时，当咒一七遍，能除一切内外恶毒及诸灾难。好，所以各位，你每天要穿衣服的时候念个七遍，那你这个衣服就是你最好的保障一样，不会着魔啊，不会中毒啊，等等。来，大家念三遍，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所以各位，你经过卖衣服了，你进去要念一念
啊，你做妈妈的洗完全家衣服，念一念啊，像洗衣粉一样啊。然后呢，这就是菩萨道啊，保护对方，甚至别人拿衣服啊，你帮我拿一下，念完了，啊，让他穿着，这是你的悲心呐 啊。第七，若洗手面时，当咒水七遍，能令一切众人生贵重心。所有诸恶人见者悉当降服，自当敬重，日夜意念，见即欢喜心无舍离。希不希望别人看到你欢喜啊？像佛菩萨被看到了，就是脸跟手而已。所以你要念这个咒，哦，别人看到你的脸，看到你的手，自然欢喜，尊敬你，啊，喜欢亲近你，啊，看你一次，忘不了一辈子。佛的脸就是这样啊，啊，你要看到阿弥陀佛的脸，什么痛苦都没有了，对不对？就要往生净土了，什么癌症都没有了。所以来，大家特别要记哦，洗手、洗脸，或者在擦脸、擦手都要记得念。来，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啊，是为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人是穿这个奇装异服，就是要别人看的嘛。啊，希望别人看到你，尊敬你，对不对？学习你，那所以就要去修修这个红阿比老红干啥了？啊，那希望别人敬重你。第八，哎，若人患身体肢节疼痛，咒暖水108遍，洗浴即得除浴，重不重要？哎呀，酸痛啊，关节炎啊，热水拿来啊。然后给他念108遍，再给妈妈洗身体啊，擦身体啊，很慈悲。来，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嗡阿弥拉吽嘎扎拉。而且各位要学会观想，那个老人家酸痛很难过，老人院这么多老人，所以各位你有时候在家里，你要坐在那边念108遍。观想所有老人院的老人肢节关节痛的都在你面前，释迦牟尼佛说，就算对方没有得到，因为你有这个慈悲的观想，你消无量业障，死后升梵天。何况你有信心，你在观想的时候对方就得到了啊！所以在藏传佛教很重视这个观，观是一种心灵的力量，超越时间空间啊，说你念这个咒嗡阿弥拉吽嘎扎拉，你观想走入地狱道、恶鬼道，那边都会得到，啊，所以念下来，一念三千，万法唯心造，啊，心念在哪里，功德就在哪里，啊，这就是，所以因为你这样，你要好好的训练你的心，你会知道，哇，这个心灵可以改变世界啊，啊，这个心灵可以创造一切啊。所以各位就不要有负面的心态，特别要持咒，就不要有负面的心态，一直加强正面的心灵的力量，可以帮助别人。第九，若每日早朝以水一掬，咒七遍饮之，再生所有恶报悉得消灭，何况无灾厄者及诸三业者亦得除愈，并得寿命长远啊！太重要了，每天早上第一杯水念七遍，消业障，身口意清净。所以你要负责明天早上起来啊，那个水瓶来念完，让你家里人喝啊。你到公共场所，只要有在给人家水，你在旁边站一下，念完了，谁来拿水的人都得到力量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你。为什么藏传佛教叫灌顶？灌顶就是你把这样这么好的东西授权给你，你是要去弘扬的，不是要占有垄断的啊！因为只有你身上有这个宝啊，很少人知道，他们也不会相信。但是你要走到哪里，看到有人在喝水，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或者你平常要念的念珠啊，念好以后吹口就这样啊。如果你愿意念满10万遍。通通在里面啊，你走到哪里，人家在卖贴的膏药，你就念好了，一贴就好了。酸痛，洗脸的地方、洗手的地方，你经过那些带人家洗手，你就给他吹一口气。你要把佛菩萨的力量都融入在这里面嘛，啊，所以我们就会去念很多的
啊、经典啊、咒语啊，凡是有利益众生的，都要把它背下来，融入在你的身口意里面啊，就这个意思。来，念三遍：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第十，若昼饮食吃者，一切诸毒不能为损。若见恶人即有冤家，当须念诵此咒，所有冤家其恶心者，当自降服，恶心即灭，慈心相向。比如说特别这个人在吃肉，肉就是毒啊，所以在藏传佛教他们要吃肉一定会念这个咒，没办法，嗡阿比老吽嘎扎拉，或者加个梦咒哈，吹一口气，所以叫吹肉往生咒啊，就是消除啊，但是没办法啊，但是你不能说哦，我会念这个咒，我就可以大吃肉了，那你错了，保证你下地狱。人家是没办法，没有菜吃，没有素食，不得不吃，所以有一个惭愧心啊。所以我想各位要吃东西、喝东西，就要念念这个咒。第二个，别人要害你了，这个人要找你吵架了，你要赶快念这个咒啊。特别你在公司，这个人专门找你麻烦了。你要观想他的脸在你面前，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啊，消除，然后他看到你就好，你好，哎呀，佛法不可思议啊！所以念三遍，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观想所有的肉、鸡肉、鸭肉、鱼在我们面前，给他吹口气来，这样懂吗？以后经过餐厅就。没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叫我们会念这个咒嘛，啊，所以我每次去超市，我就会跑到有肉了，信徒师傅跑错了那边了，我不是要去买肉，我要去，嗡阿弥陀佛，那么刚刚刚刚这样我都念得很快的，啊，平常就累积好了，只是在加强，这个是慈悲的，啊。你不能问说到底有没有超度，慈悲最重要啊，有信心，因为超度不完的，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有这个苦难因缘，你不升起一个悲心，那就违反了菩萨戒嘛啊。当然你说那我都不会念，你阿弥陀佛不可以，可以啊，你有悲心最重要啊，有悲心有佛力嘛，但是你既然知道了，那多学一种利益众生的方法，那哪里不好？翻过来，第二页一，有恐怖处，当须摄心，念诵此咒，即得除怖。啊，会怕的地方，黑暗的地方，那你赶快念这个咒啊！所以各位你要观想，有人在怕，小孩子哭得要命，我们要帮助他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吽阿比拉吽嘎扎拉。第二，若欲卧时，当诵此咒108遍，即得好梦，善知吉凶。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那你要睡觉前要念这个咒，啊，不会做噩梦，不会不好睡，而且就算做梦，好像有神通一样，好坏看得很清楚。所以爸爸妈妈不好睡，做噩梦，你可以帮他念。小朋友晚上会哭，你可以帮他念啊。佛法不是光念给自己，因为你学这个就是要帮助他的。所以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第三，若人或患虐病，持此咒责，是患虐人灭，持诵此咒1008遍。奇患即除。所以古时候最难的就是传染病疟疾，这里面就是说属于传染病会造成死亡的，那各位可以去他那边帮他念啊，特别有传染病的医院念满1080遍最好。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所以我到欧洲啊，英国啊，那边有黑死病，每一个教堂外面都有黑死病的纪念碑嘛，啊，欧洲死了1/3人啊，所以那你就念这个咒回向给他，
啊，消除他们的痛苦。第四，若欲入阵，当取牛黄书写此咒，带于身上，一切刀杖、弓箭等不能危害。哎，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牛黄，你在中药店就买得到。啊，有一个说法，它是牛的舍利子跟磨的一样啊，它是写在袋子上，带在身上啊。第五，若入阵时画文书舍利童子像，安于象马上，当于三军前先头而行，引诸军众，比凶于贼，自然退散。画像之法，须作童子相貌。衬其金色孔雀，所以你就五台山就有这尊像，有一位上师做了很多跟五台山的每一个寺庙的结缘，有文殊菩萨童子像，做个金色孔雀，那你一念这个咒就要观想这个童子像，这上面叫我们画好，放在那个坐骑上面，走在前面，敌人就退散来。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下回我把这个像用相片送到竹林寺好了，这个叫见即解脱。啊，文殊菩萨童子像，所以来第六念一下。若有一切众生见画像者，所有四众忤逆等罪，悉得消灭。常得面睹文殊圣者童子轻微教授，即得就近解脱乃至佛果，于其中间不被三界烦恼痴心相应。所以各位有空一定要去五台山，你去五台山你才知道为什么它叫清凉山，你再大的烦恼跑到五台山就忘了啊，所以重烦恼压一半，轻烦恼断除。所以孟参长老就跟我说，来五台山一次啊，我七次不堕落三恶道啊。所以各位何况把这个文殊像将来印好了给人家看，这个叫见即消业障，见即解脱。文殊菩萨童子像来。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所以你的亲人啊，愚痴啊，执着啊，贪嗔痴啊，那你要拿这个像给他看啊。所以为什么要童子像，很可爱很庄严，这是文殊菩萨的视线。第七，是故劝念一切有情行住坐卧，当须念咒一词不忘，时时每诵108遍，勿令断绝，常得一切众生见者皆来归服，恶人自当退散。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就是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你才能够把佛法给对方啊，所以就要加念这个咒啊。所以平常习惯了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念完108遍，最好买一串念咒108，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自动，本来他在骂你，看到你就不好意思骂啊，所以甚至还会皈依你来。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第八，若能每日30念诵各108遍，所作称意，所求诸愿悉得随心，一切皆得圆满具足，得大富贵，所由无障，自在知情，受乐快乐啊。这个就是快快乐乐，所求如意。来念一下，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嗡阿弥陀佛，嘎扎拉。最好4个钟头就念108遍啊，这个叫日30夜30啊，那你这样就日常生活里面一切如意。第九，设临命中即得圣者文殊师利童子亲现灵仪，会说大乘深妙法藏，闻法心大欢喜，即得普门三昧，得此三昧仪，于烦恼生死当永隔别，
即与文殊圣者及大菩萨同为眷属，位阶三地，进修不退，助文殊圣者之位，同得佛智慧三摩地门。所以你经常念这个咒的人，临命终的时候没有障碍，而且进入三地菩萨啊，进入文殊菩萨的净土，乃至文殊菩萨的加持。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吽阿比拉吽嘎扎拉吽阿比拉吽嘎扎拉。第十，若有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依法受持、读诵、书写、修行，现世成就一切吉祥，诸事圆满，寿命长远，众人爱敬，生真重心。所以希望吉祥、诸事圆满、长寿、众人爱敬，看到你生真重心，多念多写给人家。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第十一，命中之后得生天上受乐无量，或生王公处尊重位，受富快乐，生无病苦，得宿命智，薄贪嗔，薄贪慧痴，善知因果，保重佛法，虽稍贵位，心无骄慢，树因力强习读诵，读大乘，泯念一切，心无胜负心，常力有情。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就算你很富贵，还是让你做皇帝，你都相信因果，不会骄傲，喜欢推广大乘经典，慈悲众生。就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很多皇帝，对不对啊？自己很虔诚，喜欢修行，哇，书法书写大乘经典啊，所以念这个咒。第十二，若生于诸人中，贵豪英俊，宣言便利，人所爱乐，寿命长远，终无灾恨，所于求愿，事与心归者，无人毁信。好，得到世间各种福报。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嗡阿比拉吽，多念几遍。嗡阿比拉吽嘎扎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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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比拉吽嘎扎拉。那如果加个骂也可以，因为它是种子字是骂，然后呢，如果写咒轮种子字嗡阿比拉吽嘎扎拉，那我们会圆满念嗡阿比拉吽嘎扎拉骂说哈，说哈就是一切圆满成就，那这两种念法都可以，重不重要？哎呀，今天来太好了，好在你有来，这个是宝哎。啊！但是各位，你不要回去就给他放了，就你念，哎，不告诉你老公，也不告诉你老婆，你要赶快跟他讲，跟你儿子讲，不用怕，念三遍，一切 OK。啊，不管你面对什么，你要得到英俊漂亮，做国王，来世升天，往生净土，消除最重的业障，通通在这个咒里面，叫八字咒。啊，而且各位那个文殊童子像，你上网去查也可以，庄严，啊。见这个像念他的咒，文殊菩萨的加持嘛，啊！而且你念这个咒念久了，还有什么好处，知道吗？越来越年轻，不会老，要吗？因为他是文殊童子像，那你念这个像，你老了越老越可爱，不讨人厌，啊！因为这是文殊童子像的特别的地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高兴看到你。看你一辈子，看你一次，忘不了一辈子哦，啊，生生世世度对方，所以我认为修行者一脸让人家讨厌的样子，还真是业障，啊，所以各位相由心生呐、啊，那你要看着文殊童子像，念了这个咒，改变自己，啊，
让自己成为文殊童子一样的视线，啊，那自己快乐也给别人快乐。好，那请把它收起来，这是宝贝哦。啊，嗡阿弥陀佛，噶扎隆阿弥陀佛。今天回去一直背到家里，好不好啊？那把它背下来，背下来，养成习惯。把电话、手机的音乐就改成这个嗡阿弥陀佛，噶扎啦。人家打电话给你，你在念什么？我解释给你听，马上传给你，讲义传给对方，要去弘扬。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诚心相待，真心交流。纳瓦是动物园里的一名保育员，自从他进入动物园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当时的小非洲象安德鲁。转眼间30年过去了，纳瓦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哎呀，今天大象安德鲁的食物可真丰盛啊，怎么给他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呢？哼，今天这些食物可都是纳瓦自掏腰包买给安德鲁的。纳瓦自己出钱，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怎么你还不知道？今天是纳瓦最后一次给安德鲁喂食了，他明天就退休了。啊，是哦，纳瓦一定很舍不得安德鲁的。老伙伴，多吃一点吧，以后我就不能天天来陪你了。我老了，要退休了，从明天起就由凯文自己来照顾你了。好了好了，不要闹了，以后你可要听凯文的话，你放心，我会经常来看你的。然而纳瓦退休以后，大象安德鲁变得焦躁巨石，他拒绝任何人靠近，甚至就连已经和他相处4年的保育员凯文也无法接近他。怎么回事？大象安德鲁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凯文，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园长，要知道大象的记忆力很强，一旦他最信任的人离开他，他就会变得焦躁忧虑啊。这可怎么办才好？看来只有请纳瓦回来帮忙了，除了纳瓦谁也没办法接近安德鲁。可是纳瓦已经退休了，他会回来帮忙吗？只要告诉他安德鲁出现状况了，纳瓦就一定愿意帮忙，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心里一直挂念着安德鲁。现在也只能暂时这样了，可能除了纳瓦真的没有人能够让安德鲁接纳了吧。迫于无奈，动物园只好又将纳瓦请了回来，继续照顾大象安德鲁。说也奇怪，纳瓦回来之后，
安德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纳瓦在这里，安德鲁就这般温顺的像只小猫，纳瓦离开这里，他就暴躁的如同一头公牛。可不是吗？纳瓦究竟有什么魔力能把安德鲁驯服得如此服服帖帖呀？下班之后我们请纳瓦吃顿饭，请他把与大象和睦相处的经验传授一下，毕竟他年纪越来越大了，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吧。嗯，好啊。纳瓦，你可真厉害啊，安德鲁一见到你就变得老老实实的，你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将他安抚得服服帖帖的呢？是啊，纳瓦，你教教我吧。你都不知道，你退休后的那几天，只要我一靠近安德鲁，他就用鼻子卷起粪便朝我丢过来，不但攻击我，还经常用食物丢走近的游客呢。那是安德鲁在想我，但是又见不到我，所以只能用这种偏激的行为来表达他的情绪。你以前经常对我说，人和大象应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不是吗？我理解安德鲁思念你的心情，也想和他和平相处，但是他却一点都不配合。要想和安德鲁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哪有那么容易呀？其实现在的大象对人类都充满了敌意，而人类也很难真正的和大象进行交流。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小时候和大象有一段很奇妙的经历，也正因为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大象。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子就在丛林边缘，在丛林里生活着一些野象。听我爷爷说，他小时候，村民和野象是非常和谐的共用这片丛林的。不过后来随着观光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去丛林里捕捉野象，并训练他们表演节目。这头大象已经成年了，你是不可能驯服一头成年大象的。是吗？要知道，只要我将它的意志摧毁，那它就会被驯服的。摧毁一头成年大象的意志，这怎么可能啊？这有什么做不到的？你看到这个挤压笼了吗？大象关在里面，只能站立，不能移动，也不能卧倒。哎，它在这儿，远离群体，挨饿，脱水。我还会利用噪音让它时刻都保持清醒，每天清晨和傍晚用象钩使劲地抽打它一个小时。天哪，这也太残忍了吧。哎，这就是驯象之道。大象是记忆力非常强的动物，所以它记得自己遭受的每一次毒打，当它被打怕的时候，就会乖乖地听从我们人类的命令啊。一头成年大象最多半年，我就能将它驯服的。由于村子里的人开始捕捉野象，所以丛林里的野象也渐渐对人类产生了敌意，人类和野象再难像过去那样和睦相处了。我小时候大人都会告诫我说要远离象群，我想象群里的小象应该也接受过大象的告诫，让他们远离人类。爸，我要去丛林里采野菜了。好啊，不过你可别走太远了，丛林深处的野象可是很危险的。爸，我知道的。哎呀，是谁？谁在那里？啊，不会是什么野兽吧？啊，原来是一头小象啊。村里人都说野象非常危险，可这头小象蛮可爱的，看起来并不危险啊。小象，我这里有香蕉，你要不要吃啊？
好了，小象，我要回家了，你也快回去找你妈妈吧。你赶快走啊，要知道村子里有驯象师，你要是被他们抓住可就惨了，他们会用象弓每天都打你的。香蕉已经没有了啦，如果你还想吃的话，明天我再拿一些来给你，好不好呢？但你可不能跟着我。好了，你快回去吧，明天你就在这里等我，我还会带着水果来看你的。对了，你就躲在树丛里，除了我不管谁来都不能出来，要是被别人发现就糟糕了，你听明白了吗？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野象，那头小象给我一种朋友般的感觉，我们之间相互信任，因此我经常会带着水果去丛林里喂给它吃，而那头小象也会让我抚摸它的身体，甚至它的长鼻子。你们听说了没有？邻村有一头运木材的大象突然发疯了，竟然将它的主人帕泰给踩死了。天哪，真是太可怕了。不过帕泰平时对他的大象也太苛刻了，稍有不如意就将那些大象打得浑身都是伤的。驯象哪有不打的？对了，纳瓦，听说最近丛林里又有野象出没，你这些日子就别去采野菜了，要是遇到野象可就麻烦了。是啊，纳瓦，被驯服的大象都那么危险了，更何况是丛林里的野象，你最近还是乖乖待在家吧。嗯，好吧。几天后，一场大暴雨让村子不远处的河水暴涨，许多村民都去河边捕鱼，我也跟着父亲来到了河边。爸，好多鱼，我们也抓点鱼吧。纳瓦，你小心一点，河水那么急，要是掉下去就糟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哎呀，你们看，是野象，对岸竟然来了一大群野象。自从开始驯象后，我们这里好久没看到这么多野象了。是啊，平日里野象要是看到这么多人早就钻进丛林里了，今天他们竟然不怕我们。大象很聪明的，他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越过这么暴涨的河水，所以才敢出现在我们面前。哎呀，你们看，象群里还有一头小象呢。咦，这不是我的小象朋友吗？你好啊，我的朋友。他看到我了，他在和我打招呼呢。哎呀，不好，救命啊，救命啊。纳瓦，坚持住，我来救你。这河水太急了，你下去也救不了他，反而连你都会没命的。是啊，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救纳瓦吧。放开我，你们放开我。纳瓦，我要去救我的儿子。救命啊，爸，快救救我。就在这时，我的小野象朋友突然不顾危险地冲进了河里，并朝着我所在的位置游去。你们看，那头小象这是要做什么？纳瓦，纳瓦被困在那里了，我得去救他。水流太急了，你根本游不过去啊。天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快看，那头小象竟然在帮助纳瓦。这怎么可能，野象竟然会主动去拯救纳瓦，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经历了这件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大象的情感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还要丰富。
所以我们平时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心来对待，唯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真诚，进而愿意相信我们，与我们和平共处。